概七点多就起来了，然后八点到这地方，然后一直在这地方等，就像今天的灵。因为今天这个日子非常好，520嘛，然后也是一个节日，就想着看那个通知，然后周六周日都开门，所以就想赶快这天来领证。心情非常的激动，非常的开心，非常期待。我们在提前在民政局公众号和多媒体平台发布了520加班的通知，提前告知当事人需要准备的婚姻登记材料。为了做好520的服务，我们在原有的窗口上又增加了两个窗口，以应对今天的高峰期。同时，为了确保每对新人都能领到证，我们办理不限对数，所以不需要预约。